展现他的速度。哎呦，哇，这个球也是沿着逆转三垒的方向呢，形成了一个安打。这时候二垒上跑者回来得分，左外手这个球又拉了一下，要再往前推进来不及了。二垒安打。吴金龙这一棒呢是将比数追平了。哇，这场比赛目前呢在三局的上半。所以啊，一个小球的干扰啊、哦，让罗锦龙的节奏有点受到影响。回来得分的是陈凯伦，双方目前是战成了2-2。这个球哈，直插球没有往下掉，哦，这个掉的幅度还不够，打在棒头上，哦，车部边的一个二垒安打。